看发票，咱这个发票写的公司网址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去年五月份吧。这去年五月份第一次来。然后他就上我家去了。五月二号我爸去世，五月七号我爸出殡，他六号去的，事情一天我记得很清楚。一定要拿来要红包。我说这我爸刚去世，哪有功夫发给你啊？行啊，下礼拜就走啊。